于睡梦中苏醒，开启探索之旅，寻找向往已久的梦想之城。秉持信念，与现实来一场博弈，透过黑暗看到奇异的幻影。挣脱自我的束缚，一如初心所向，起步前行。像潜伏的猎豹，一步步接近目标。权杖与风度，钻石与名望，一路上遇见无数不可多得的财富，仿佛孔雀展开的华丽羽毛。千禧一代需要的是自信张扬，是追逐不停，棱角分明，是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精彩人生。终于在这一刻，梦想的大门向我开启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